我们是开放政治现金，然后今天我个人最大，就个人生产力低落，但我个人最大的成就是推了两坑新手兽，就是一位是 iHower， 然后一位是 Mr. Big Mouse。那这两位就是分别就是让我们的后端的跟前端的搜寻就是未来是有谱的。那接下来我想要请那个 iHower 先讲一下他今天有做出一些搜寻的初步成果，然后并且做出了 JSON 的 API， 那请他来说明一下怎么用，也请大家多多来利用。大家好，我是 iHower。 那今天其实是第一次来参加，那我基本上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那已经有处理完的 CSV 的资料，那基本上我是进行了资料正规化分析跟提升，提供 JSON 的一篇，然后下面有一些范例，比如说这是根据政治人物列表，比如说黄昭顺，那他底下他同一个政治人物底下可能会有很多，他每次选举都会开一个专户啦，所以我们就会列出专户的资料。那还有包括这次的这个专户下面的每次的现金的列表，那以及可能会想要知道支出的厂商，比如说花了最多钱的是2008传媒行销股份有限公司，花了4000多万吧类的。那大家可以去看这些公司到底是选举是花了多少钱在这上面，然后还有捐赠的，那被收最多钱的当然是中国公司。那这里可以看到一些 OCR 比较不好的地方，比如说政党政这一个政跟这个政因为字不一样，所以被判读成不一样，不过这之后资料没再处理过。对，所以大概是这些更进一步的更好用的 JSON 的 API， 那可以提供给将来我们再做更好的前端这样子。那另外就是前端的部分由 Mr. Big Mouse 之后会跟我合作，我今天就是从三个角度去画，就是我今天思考一下使用者大概会想要怎么做。总之呢，就是会需要一个搜寻框，让人从OK， 就是需要一个搜寻框，然后让人可以从公司或者是政治人物的方式去搜寻他的政治现金专户。那另外一个我想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你所在的选区的政治人物相关的政治人物他们可能的专户到底有没有出来。那最后就是给没有目标的人可以有一个依照每一届不同的选举浏览的方式。那另外就是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今天跟 Ronnie 确定了，就是 Ronnie 那边其实新的一批豆腐已经在烧制中，应该最近就是会有新的豆腐上线，跟那个 Timothy 那边的账号的，大家不是都一直要游戏化，然后希望有成就系统吗？那 Timothy 那边的账号已经 ready 可以上线了，那现在就是需要有一个个人成就页面的设计，所以就坑坑相连到天边，一个坑填完还有另外一个坑，所以如果有人可以协助 Timothy 做版面的设计的话，可以去找他。好，那最后就是在最前端大家很关心的就是资料怎么样可以尽可能带出来。那因为我们那个3×3缩印数已经完成了，所以现在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到底可以多快。比方说本来呢很贵，就是你今天要搜这些资料很贵，可是我们现在可以大幅的降低。就是本来可能第八届立委需要24.4小时你才能印完，然后需要花费5000多块列印费，可是在3×3的列印数里面呢，我们可以只要花880元就可以找人把它列印时间2个小时就可以，因为一页只要印可以印九页，对，所以我们可以大幅的节省公民进监察院调出资料的这个时间。对，那就感谢今天没有来叶队长。那之后因为那个 SOP 2.0 我今天 review 过应该没有问题，那估计就是说等到 OCR 那边一起上，就趁热度一起过去。好，最后呢，因为监察委员要是那个上任了，所以我们就是G0D 开放政治现金想要对监委们说一句话，就是CY Search is watching you， 就拜托你们赶快把电子化资料释出。那也请大家就是在 IRC 上帮今天的那个 contributor 加加，就是给尤其是今天第一次来的贡献者一些鼓励，谢谢。